滋养曾参加选秀节目《Girls Planet》999，有着超好认的猫眼以及与生俱来的霸气，让能够第一眼就注意到他，但却遗憾没能够走到最后，也是许多人心中的遗珠之一。节目结束之后，尹智亚也时常在自己的 YouTube 上发布许多歌曲的舞蹈 cover， 积极的和世人展现他不凡的实力。尹智亚在自己的 IG 上宣布了好消息，他将会以 Yes I Am Entertainment 所推出的新女团咪咪咪出道。果然，只要是星星都一定会发光，期待能够早日看到他再一次回到舞台上，散发光和热啦。